柴犬都会笑吗？其实不然，柴犬大部分都会笑，原因是因为两方面所决定的。第一个，它的嘴角是上扬的，这是它们嘴部结构所决定的。这个时候它们只要哈哈哈的时候，它们的嘴角就很自动的会上扬。还有一点是因为它们的面部结构，它们的颅骨啊会比较圆润一点，所以整体脸盘呢就是圆圆的那种，在皮下脂肪堆积的情况下呢，也容易把这个笑烘托的更明显一点。那么同上所述了，如果这个柴犬它并没有抱脸，脸也不够圆润，这个时候它笑的一个程度就不会那么明显，也容易让人察觉不了。所以柴犬一定会笑吗？这个也和它自己的皮下脂肪堆积度有很大的一个关系。